孟子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道在耳而求乎云。其实大道离我们近在咫尺啊，并不是很遥远，但是人往往会想的往外去求，往枝末去求，然后想得很复杂。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所以道理就在我们当下，不需外求的。可是我们往往想得太复杂了，事情其实是容易的。所以孟子后面讲的，每一个人都孝顺他的父母亲，都恭敬友爱他的兄长兄弟姐妹，这个家就安定了，这个天下就安定了。而因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他在家庭里面就养成了他待人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他对父母非常的有孝敬了，他一踏出家庭啊，他到学校去尊重他的师长，友爱他的同学。所以学校叫师父啊，同学叫师兄弟啊，都是家庭伦常的延伸。到了单位去，比方说在古代到了朝廷去，他的领导者叫君父，用恭敬父母的态度来侍候领导，然后呢用兄弟友爱的心呢去对待他的同事，那这个团体也安定了。所以我们看这三个伦常延伸出整个社会的安定，朋友师兄弟之间都和乐了。而我们看到这整个五伦的发展，它核心还是夫妇，因为夫妻啊要把正确的做人道理啊演给孩子看，孩子从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他就学到做人的道理。父子的亲爱，把这种亲爱引申到爱天下人，这是中国人太伟大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天下人啊。庄子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不但爱天下人，爱树木花草，爱山河大地。为什么？他跟我们同根，本是同根生的。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整个宇宙从哪来？自信是真心，我们的真心变现出来的，这个身也是真心变成出来的，那就是普遍要爱啊，这是爱自己的自信，爱一切众生如同爱自己的身心一样，没有两样。中国古圣先贤教学第一章头一堂课，一定要把教育做好，让小孩都有这个共识，我爱父母，爱祖父母，爱跟我父母年龄相仿佛的那都是我的父母，这个做不到不行啊！难得有这么多人发现呢，我觉得这是祖宗之德，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大家看看，中国人所谓的家，跟现在这个家的概念完全不相同。我们能敬重老人，这是因果吗？我们爱老人，我们敬重老人，我们帮助老人，我们老的时候就有很多年轻人帮助我们，尊重我们，一个道理啊。我们今天要是轻视老人，不照顾老人，到我们老时候可有罪受了，谁理你啊？所以我们想到自己会老，我们就特别爱护老人，要帮助老人，要解决老人许许多多些困难问题，懂得如何尊敬老人，敬爱老人，伺候老人，安慰老人，妥善地照顾他们，学了马上就有用啊，不是学了没有用处啊。
三福里头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些老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啊，都是我们的师长啊，我们可以常常跟他聊聊天，向他请教啊。他年岁大了，那一生当中经历不少故事，许许多多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善的向他学习，不善的我们来改进，这样就能够达到至善。所以既然古今中外佛菩萨圣贤这人都重视教育，知道只有教育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这是宗教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这个爱心。在中国人五伦里面，第一伦父子有亲，把它正式列入教育里头的大根大本，就是基本的教育概念，叫什么？叫孝悌。孝是对父，这个孝如何能保持一生不会改变，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这个爱要发扬光大，家族里社会上年纪跟父母差不多的都要用孝敬父母的心来孝敬这些人比我们长一辈的人，把它发扬光大。爱父母，要爱老人，要爱兄弟姐妹，要爱邻居邻里乡党，要爱社会，要爱国家，要爱人类，凡是人皆需爱。那么佛陀的爱更大，佛陀不但爱人类，爱一切动物，爱树木花草，爱山河大地，爱整个宇宙。所以佛陀教给我们的范围太大了啊！到最后告诉我，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达到究竟